再加一倍，200多亿。新安东京是这一波最大的受灾户。我有没有因为台积电跌到440，我就给你不看好了？没有，依旧看好。有没有？8月8号到现在，几张？7万。黄总股票没人敢碰，我跟你讲，就我赚得到他的钱。你的脑袋瓜要有办法超越黄总的思维吗？他应该有想要对当初追1300的那些人。我认为他应该很努力，想要给你个交代。你要跟我富贵稳中求，你要做什么？维新技嘉。来，那有一档哈，华勤是华硕集团的。现在就加入股海大丈夫 Light 生活圈，小老鼠 HIH888，或扫下方 QR Code， 并且订阅股海大丈夫 YouTube 影音频道，订阅按赞，打开小铃铛。股海大丈夫现场为您邀请到的是永诚国际投顾陈建诚分析师。建诚老师好。陈建好，忠实观众朋友大家好。今天老师走欧巴风哦。有吗？有感觉到不一样的欧巴气质呢。有书有劲有肝胆，一狂一侠一温文，在今天的我们的片头当中大家都看到了。好，那所以好朋友们跟着陈诚老师，我们不但是可以学到很多的心法，老师也尽量把他所学能够跟大家做分享。在这段时间很多人都很好奇，老师你用的这个所谓的易经心法来操作在股市，哎，很神哎，很玄妙哎，真的都是非常的密合，非常的贴切。像我们今天看到爱普又创高了，然后今天新唐又创高了，好，一档一档都创高了。究竟如何用这个易经心法运用在股市的操作？老师今天可以多分享一点吗？好，可以。我想哈，我们中视的观众有人跟我们反映说，希望我可以多讲一点产业了哈。是。产业我不是不讲哈，因为产业一讲都要花很多时间。我跟你讲，一个产业你就听个5-6分钟，你听不到什么。我必须讲坦白话哈，真的，我讲话我都是很直。是一个产业，像我如果要跟你讲艾普，艾普的后面的产业，它是做什么的？做什么的？它的技术，它的核心到底在哪里？竞争力在哪里？我跟你讲，那个5分钟10分钟讲不完，真的。好，所以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 YT 的，你去讲。我其实我有一个股神养成班，对，我那股神养成班，你入会我都会送给你，因为股神养成班里面会关于操作心法，会关于怎么教你看财报，教你怎么看产业面。嗯哼，好，因为如果你看懂产业，你不会随便被洗出去，对不对？这一档艾普从我来到这边1月3号到现在，今天在创快10万了，快10万了，100块价差，100，它不是500-600块10万一张，它是100多块10万，那很精彩，40%的报酬率，对呀，对，你说励志，那励志是200多块到300块，也是100块10万。可是艾普是170-180，对，到今天到250，对不对？很精彩哦。Okay, 好，所以绿色框框、红色框框扫起来。OK， 今天节目很精彩哈，因为你们常听我讲，哎，什么9295，什么9295，利剑大人，92不是92共事哈，不是，92是乾卦里面的九二爻，我们叫爻哈。如果你稍微有年纪的，你看这个就叫爻，你有读周易哈，你有读易经的，你知道我们易经88、64、64卦，每个卦有它的卦象，但是我研究的这个64个卦象里面呢，我认为乾卦最适合拿来做股票，好，那为什么？我等一下会跟你讲。好，那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数据哈，外资连买，哇，连13买，对不对？13买，记不记得去年10月的时候，去年7月的时候，外资是连狂卖，上，对不对？狂卖，那这几天是狂买，从1月3号我来到中视之后，开始有没有开始狂买？对，我来到中视开始狂买，我是叫你赶快来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告诉你，等过完年，过完年他已经买多少？都已经买十几天了，对，买十几天了，对不对？
如果你封关前听我的话，封关前你不要保守，因为很多人说啊，过年期间年假很长，哦，不确定因素很多，对，哦，怎么样这样？你要保守观望，空手观望。请问你保守的，你现在怎么办？嗯，你跟我一张是五六万的差距，欸，嗯哼，一张五六万，十张是五六十万的差距，欸，对呀，啊，对不对？嗯，会让你会叫你保守的人，那是因为他不懂经济，嗯哼，他不懂股市循环的道理，嗯，他不懂怎么样投资的最终目的啦，有生必有死，对呀，啊，有涨必有跌。有杀必有涨，对，嗯，懂吗？而且老师在年前还告诉你，你会去问问看张忠谋老爷爷，问问巴菲特爷爷，他们圣诞节会砍股票吗？这叫怎么样？嗯，一样是钱过 啊， 對啊，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，是不是？嗯，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。嗯，来理解一下，对不对？嗯，我们就终日钱钱的，啊，生生不息嘛。嗯，所以为什么？外资大逃杀的时候，就是你怎么样？要懂得山头斜照，准备去低接的时候。当他怀大买，不就帮你抬轿了吗？嗯，就是利剑大人啦。那我想哈，从一月上到现在，你一档励志，爱普或励志，励志我是不是叫你不要追了？你看今天的励志是不是100、300？哦，三百一破了之后就掉下来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是不是？没错。好来，嗯，爱普持续创新高，今天253。那爱普现在？今天来到250，我们看一下今天爱普的股价。好，6531的爱普哦，来，今天来到今天最高253，对不对？253了哈，253。好，来，你看到爱普现在的这个走势，重点是你知道吗？现在利剑大人喽，请你看上一波拉拉回，现在再一波，对，对不对？哎，嗯，你们喜欢学什么技术分析，什么等幅？哎，这边站到这边的距离，嗯，有没有？嗯，好，画过来，这边拉回到这边到这边的距离，嗯，哇，很像哎，嗯，差不多哎，嗯，对不对？哦 ，OK， 好，再往上加，嗯，哎，好，这就是你们常看的技术分析，对不对？嗯，好，来，我现在教你另外一种，好不好？嗯，哦，老师，但是哈，我们说功夫很多哈，学了一堆，我常自比说我是从古墓出来的杨过。杨过刚出江湖的时候，没有人认识他，嗯哼，但是他的功夫不差哎，嗯，你不要看年杨过一个年轻小伙子，看起来毛还没长齐的样子，嗯，结果哪知道，欸，对不对？大圣关跟着他师父小龙女大败霍都，大败金轮法 王，有没有？有，玉女心经双剑合璧的威力不得了，对不对？嗯，我跟甜心双剑合璧，谁与争打遍天下，陈盖威风，开个小玩笑，所以你懂没？嗯，不要看我好像很年轻，我不年轻了，我已经50岁了，但看不出来哈，我50岁了，我古海江湖我已经闯30年了，你懂吗？我说我从大学我就在开始做股票了，是，好来，嗯，好，所以看到了爱普，今天，嗯，来。利剑大人不是今天才讲吗？嗯，对不对？嗯，我是不是这个是不是1月3号？我们1月4号，对，对不对？那时候中是第二天，爱普跟你讲说再一次神操作，因为圣诞节那礼拜半导体又杀到最低，费半那时候又是大跌，对，有没有？12月29号，我在滑雪，我直播，我带会员再进去捡发讯，对不对？再进去捡，爱普买166167170，这个是我在1月4号中视节目有秀出来。我相信1月3号、1月4号，很多人看到我出来这边，嗯，赶快加我的 LINE， 是，所以你可以作证，嗯，对不对？你可以作证，有没有？有，这是1月6号，嗯，我持续跟你讲，嗯哼，我们持续跟你讲，有图有真相，对不对？我还把爱普的基本面拿出来讲一下，告诉你，对不对？嗯，如果你要像更，你想要看更详尽，加 LINE， 你要看更详尽我关于爱普的介绍，是，你加 LINE， 你跟我们的助理要。啊，他会给你，我跟你讲，看我们电视有很多老人家哈，老人家你可能LINE不方便用或干嘛，哎，没有关系，电话直接打来，电话比较快哈。我们的团队的服务，我不敢说是业界最棒，嗯，但是不会差到哪去。哪一根服务不好，你直接电话打来说，我要找陈晨老师，我要告状，我要告御状，我绝对叫我的助理有没有给我。面壁思过，去罚站，就站在旁边罚站。我说真的，你够认识我，我就是这么屌。老师是很严格的，我是很严格嘞，真的。我们就是来服务你的，知道吗？老爷爷、老奶奶、长辈们，我们长辈们，你不要担心，我们是用心、用心。OK， 好。我虽然我的饭吃的没有你盐巴多，但是我今天我在网络上面，我可以3000多万的订阅。
我会有我的江湖地位，我就说我就是那个杨过，刚出古墓，你不认识我不代表我不行的啊，你懂吗？好，但是你要给我机会服务你，让你能够了解，你要给我机会服务你，好，所以电话就直接打来，好，你是分配到哪个服务人员？我会叫他好好照顾你们，懂吗？都很棒，我们团队都很用心哈。来，有没有到了？这个是1月5号，你看那时候讲励志，3号、4号、5号，每天每天哦，每天每天，我那时候跟你讲，什么是叫乾卦？这个就是易经当中的，从初九乾卦的本身乾，好，元亨利贞就是大吉大利。OK， 再来就是从初九潜龙勿用，就是刚开始龙还在盘的时候。这个初九、九二、九三、九四、九五、上九、用九，这都是爻爻辞。初九就是潜龙勿用，对，叫你们龙盘着，好好盘着。九二现龙在田，利见大人。第一次出现利见大人哦。再来君子终日前乾，系涕诺，利无咎，祸要在渊，无咎。到九五飞龙在天，利见大人；到九六亢龙有悔了，就已经到顶了。你的股票常常你是怎么样？你不是买在下面，你是买在右上角，都已经飞龙在天，利见大人。法人在高档大买的时候，基本上你再进去追，你就准备亢龙有悔。什么叫亢龙有悔？就到顶了，你会后悔，你的股票准备套牢。这个时候你的利见大人是不是就很多？你看他投信外资大买的时候，对，就是九五飞龙。那今天这一档。就爱普做举例，今天这档爱普来这么飙，你看看我上一次到这边来之后，我就是用乾卦来分析，我解释给你听，是后来果然拉回，对不对？这次再来一次，来，我请导播给我重播看一下我怎么用，我怎么用乾卦教你来操作爱普，好不好？导播麻烦你重播一下。初九，潜龙勿用。我说你给我好好蹲着，你给我好好盘着，龙就是盘着，龙盘虎踞嘛，不要给我们乱买乱卖，对不对？叫你买就买着盘着，老师这档很烂呢，干嘛？黄董的股票很难做，就是没人要，你要跟我买在没人要的时候啊，潜龙勿用的时候，等到有量不都是人家帮你抬轿吗？利见大人了，对不对？来九二，现龙在田，大人开始出来了，对不对？大概170、180，双十一那时候嘛，对不对？双十一就开始利见大人，对不对？投信接下来了，我们再怎么样？潜龙有没有？对，九潜龙，对不对？九一、九二，然后接下来开始来九三，终日前乾，君子终日前乾，系涕诺，利无咎。继续怎么样？往上继续挖，继续买。所以这段时间我节目还是持续告诉你，有还没上车。赶快跟我上车，因为怎么样？才九二，大人才来。对，你来九，还有怎么样？九三，后面还有九四、九五，然后呢？接下来会怎么样呢？那我们时间不够，因为要进广告了哈。你听不过瘾的，你希望把整个怎么用这个乾卦的这个操作模式，对这几个爻，运用，把它运用到股市里面、股票里面，到这档爱普来。广告中麻烦你哈，麻烦我讲麻烦就是，请你高抬贵手，电话拿起来拨，或者你把 LINE 加进来，绿色框框，你跟我们助理说我要这一段影片，我要把它听完，好吗 ？OK， 我们都会很诚恳的来服务你。好，如果有人你电话打来不理你的，你就告诉老师，你就来告诉我。我说真的，你告诉我你在那留言，我都看得到。是，哦，你的服务人员谁没有好好服务你的，我就叫他给我罚站。就这样，我敢哦。全中华民国分析师就我敢，叫我助理罚站。我说真的。来，好，时间保留给您，你来加LINE哦，还要打电话哦，来要影片 ，OK， 好，所以现在时间到，我们也播不完，所以我们先进广告时间，下一段，接下来下面节目很精彩，请你看，记得要回来哈。OK， 好，先打电话喽。
更多精彩的内容，记得订阅我们的 YT， 红色框框扫起来，手机拿起来，还有绿色框框扫起来，你想要知道刚刚那个影片的下半段，直接跟服务人员来联系。目前我们的 YT 频道订阅超过33,000人咯，这是目前真的是在业界也是数一数二的，老师真的非常用心，影片是观看率非常的之高啊。老师，我想要刚回过头来，我们看到从初九一直到上九哈，那像爱普这张股票，我记得在去年十月是最恐慌的时候，对，全台北股市最恐慌十月，但是老师那一个月是终日前前结产业结很多的股票，而且带着会员朋友在10月28号、29号，我们是一直不断进场买进山头斜照的股票。爱普在那个时候就140、150附近我们进场，对不对？然后紧接下来老师后来就开始告诉大家了，我们进入了初九、92、93、94一路这样上来，到今天已经来到了253块。我常讲说懂一家的公司的产业前景很重要。你当时敢跟我在山头斜照十月最恐慌的时候，是把老话听进去，对，当魏哲家那时候去直加台积电，台积电400跌破，那时候一堆人叫你赶快逃命，还说会跌到300，对，300、200，一堆人都有，什么言论都有了。那是因为不懂产业，不懂产业，你就只知道用技术分析去停损你手上的资产。好，为什么讲资产？股票就是资产。对不对？股息没领到，先自断手脚，自断经脉。好可惜，有没有？好可惜。武侠小说你都看了嘛？武侠剧都看了嘛？自断手脚，自断经脉，自废武功，你没有机会再回来了。是不是？来。可是那时候我叫你干嘛？弯腰捡钻石，山头斜照的股票买进去。爱普站到140，没人敢买，因为黄崇仁的股票，黄董的股票，大家拼命躲啊，又爱又怕。可是你知道吗？我建中的学弟就在爱普里面呢。对不对？我不跟你讲，我建中毕业，我们一堆同学、学长、学弟在园区，在园区上班，顶尖人才。我这样讲，人家还不相信。我就住在宝山乡。就在台积电旁边，我住了10多年。我去读清大的时候，民国79年，台积电才刚成立，所以我在新竹那30年，基本上就见证台积电这30年，见证联发科，见证所有半导体业整个发展的历史。他们的一个是，所以为什么我亮出来的那些高价 IC 股，人家有想过，人家之所以会成为高价股？他们的优势那不是主力炒作，那是因为他公司本身就是能够竞争力，没错，不然为什么一档联发科，过了20-30年，股价还是可以维持在好几百块，为什么？里面用的就是都是台晶教程啊，顶尖人才啊，电机硕士博士啊，对不对？然后台晶教程的教授带着学生都在帮这些公司开发新晶片、新的晶片、新的技术，这样你懂没有？如果你的儿子都是读名校的，那为什么你的股票，你都懂得栽培你的儿子进名校，那为什么你手上的持股，不跟这些人上班的公司走呢？你去买了一堆传产，这段时间你看传产，很慢呢。对不对？有点闷。来，节目讲不完了哈。真的好，所以我们来看爱普所以其实光是从一档爱普运用在这个易经前方，都可以看得到，就是半导体拉回另外一波可以买的时候。对，我跑去度假，我还是照样照顾你。圣诞节，对不对？我还是告诉你，12月26叫你怎么样？趁拉回再买，有没有？山头斜照再买，我还讲几个族群：网通、IPC 制裁、电动车。这两天的中磊有没有在涨？是，是不是？这两天中磊是不是在涨？翔硕啊，翔硕不也是吗？你只是涨得比我手上那些 IC 股慢而已，对不对？那有没有涨？也是 有啊。所以看对趋势很重要，不要再去相信技术分析的。你要把话听进去。从产业，张忠谋有没有在研究技术分析？你好好想一想。你魏哲家去质押1600张台积电400以下再加码的时候，他有没有在看技术分析？没有，他看他们的新的，他看到的是他自己的3奈米有没有竞争力，创新技术，你懂没？你醒了没有？你醒了没有？这个道理你懂了？你看了20-30年的财经节目，再告诉你技术分析，5日线、10日线、20日线、年线，结果这23年来，20多、20-30年来，你赚钱了吗？你真的靠这些节目，你的财富翻倍、翻倍再翻倍吗？没有，问问自己，没有，真的你趁雷曼倒的时候，台积电30-40块，你给他买进，放个20年，你就自然赚20倍了。这跟技术分析有关系吗？没有啊，是不是？所以我刚讲的话，你要好好想清楚。张忠谋要看技术分析吗？
魏哲家要看技术分析吗？你这个观念通了，你的财富就通了哈。好，所以老师为什么讲这么多心法？心法很多，都是在改变你的观念。我没时间讲了，你把它截图下来，好好去想想我每一个心法的意思。嗯，很重要，对不对？你想要了解更多，你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 YT 频道，或加入 Light 群组来了解。嗯，好，这些都是老师的心法。外资连吃三买，今天都看到了，是不是大人来了？嗯哼，大人来了，股票就涨了。是啊，最近股票涨是你买。它涨了吗？不是，是利见大人，是因为利见大人， uh-huh、对不对？乾卦是不是跟你讲的？有利见大人，有大人来才会涨嘛。是，没有大人来，你买在那边，也只是干等啊。你就是做潜龙，龙盘的时候，你就盘着。对，大人回来，你自然就赚钱了。利见大人，你要不要每天手忙脚乱，卖了这一只再去追那一只？不用，选好外资。嗯，回头一定会买的股票，是就等他回来，就这么简单。嗯嗯，这就大老鹰操盘法，就这么简单。嗯，对不对？懂。来，彭董，最后我要跟你讲这个。彭董啊，友达的。友达。彭董事长。友达。嗯。说今年景气来了，会比去年好。你等到他跟你讲这个，你已经落后了。你已经十月低点到现在差多少了？四个月了吧？你懂了没有？股票你真的要买到相对低，不是等消息出来你才敢买。嗯。那你跟我一张就是5万、10万的差距。爱普10万的差距，立智10万的差距，懂不懂？嗯哼。我们跟你讲分享说，我们有会员，嗯，在十月那时候低点，听我的话进去，狸猫换太子，把他的友达288张换爱普，是友达到现在都还没有过十月的高点，还在16多，但是爱普从140已经就到250了，250了，嗯哼。赚100多万都200万，差别就在这里。差别就在这，产业选股，这样你懂不懂？嗯，这就是有没有看我节目的差别。嗯，这就是有没有狸猫换太子的差别。老师常讲石头换钻石，你去想一想，十年前的友达也是这个价格。嗯，可是十年前你把你的友达去买一张信华，不得了。或者十年前的国巨也是几十块。嗯，你去换国巨后来4-5年前飙到1300，7300的。你去换信华飙到3000。嗯，这就是差别在哪？这是在技术分析吗？不是，这是在你看懂一家公司的产业趋势。没错，这样懂不懂？从产业选股，懂不懂？这就是我告诉你，你为什么要买台清敲绳，这些顶尖学霸每天终日前前认真工作上班的公司，嗯，好不好？好，想要了解更多产业选股，加入我们 Light 群。你们想要听产业，嗯哼，我真的在这边没有时间跟你讲这么多，所以去看影片。我这两张哈，我留到明天讲，下礼拜一讲好了。MOSFET， 嗯，台厂的 MOSFET 供应链，嗯哼，好，来不及听我讲，你先截图好了，好不好？把你电视画面拍下来，好吗？这几张股票你稍微留意一下，我下礼拜一再来跟你讲。是，好，来。今天又有人跟我一堆回馈了，你先看这一个，这是我的清代啊。我说我的清代是我亲自带，我的 LINE 直接把你拉进来，我一对一对你哦。是，我其他人的清代是真的假的，我不知道哈。嗯，来，他今天跟我分享哦。嗯，潜龙班，他从潜龙班变成升级清代班。嗯，潜龙班的股票他已经获利26万。嗯哼，清代。我把它放大在这边，27万，清代班已经获利27万，恭喜！如果加上账上未出场，还有赚20万，两班会费都赚回来，那档账面获利已经将近50%，没人知道，只有老师跟会员才知道，默默的涨，未来是不是也有涨一倍的实力？老师真厉害！清代会员的回馈啊，这是清代会员的回馈 ，LINE 可不可以作假？可以作假，但是我欢迎你来跟我查证。好，我不怕被你告哈。嗯，我跟你讲哈，夜路走多了总是会遇到鬼，对不对？老师做人有原则，他说真话。我有原则哈，我敢拿出来，我就不怕你来查。没错，这都是每天的春风里都是人家的见证。是，春风里都讲不完了，真的。好吧，想看更多广告时间，你想要像这位会员这样子的，幸福，这样的获利，电话自己打进来了。广告电话直接拨来，是下一档三头斜照雀相迎，我们等你跟着我们一起上车。OK， 好，想看更多影片，记得加入我们的 Light 群组，还有加入我们的影片直接做订阅，还有广告中电话直接拨通。再次感谢陈建成分析师，然后过来大丈夫陈建成，带你富贵稳中求。本公司与分析师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视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
现在就加入股海大丈夫 Light 生活圈，小老鼠 HIH888 或扫下方 QR Code， 并且订阅股海大丈夫 YouTube 影音频道，订阅按赞打开小铃铛。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